她是陈国公世子夫人，谁敢动她呀？ 果然如你所料，君小姐回来了。云奇，我回来了。 她是陈国公世子夫人，谁敢动她呀？那又如何呀？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陛下介意啊？如今我父亲正在面圣，你竟然敢动我的夫人，你这是在打陛下的脸？就是，陆大人不要脸，可陛下还要脸吗？ 你的这层皮是陛下给的，你打了陛下的脸，陛下就要扒了你这层皮，扒了你这层皮，你就没办法抓我们了。主子，阻扰武德司办案者，死。我阻扰了又如何呢？你是想打架？ 来来来来来！好了，夫君，跟这种人咱们没必要打，快点回家吧。 早就叫你回家了，你怎么这么慢呀？我错了，没关系，原谅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嗯，听见了没？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原谅你了，回家去吧。世子爷，请。哎，去去去。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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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